对啊对啊，只是因为拍金钟，对啊，说金钟张贴还是跟你那个形象不符，张贴的形象。拍金钟，对啊，像来不及，来不及。是拍金钟要当什么大明星小跟班呢？拍金钟 ，One Life。有没有、oh, 这一句话？有得跟没得都可以用这一句话。对，我 alive。金如刚赶场，对不对？对，很赶。你会一路忙到哪一天啊？到金钟前？对，下个礼拜还好，下礼拜的工作大概一个吧，因为我最主要是就是维护一下。安全，对对对对对，所以就比较小心这样子。对，如果 no 我们大家都 no 有加强。离金钟剩下一周，会不会就是紧张情绪开始有？对啊，会不会做噩梦之类的？噩梦，我是没有这么严重。对啊，我说越到我反而越就是比较放松，没有刚开始。知道入围的时候这么紧张，因为知道入围，然后知道那个这么强劲的对手，我就会很紧张。可是现在我还好哎，蛮放松的。我就想说，哦，下礼拜开始可能要开始那个节食戒酒，就会觉得比较辛苦一点。所以有没有梦到什么吗？梦到什么？生小孩之类的？梦到什么名牌之类的吗？生小孩。或者是22啊，888，没有，我没有，没有在做这些梦的。可是你现在太忙了，还没有进。一躺下去就马上就立刻睡着，连做梦的时间都来不及。很好。警察会吗？你说做噩梦啊，还是紧张？做美梦，紧张，紧张，因为我们都很紧张啊。没有，我在想典礼当天还是会啦，因为，对啊，在公布的那一刻一定还是会啦，但就现在完全，你们不会比我们早知道嘛，对不对？你们也是就是真正公布的时候。对对对。你有工作紧张？可能现场会啊，现场可能会紧张，但我觉得那个紧张。我觉得那种紧张是，就是演员的一种奖励啊，就是因为那是很难得的经验嘛。然后那种紧张跟那种期待啊，那种兴奋，肾上腺稍微飙高的感觉，那种经历应该蛮特别的。对啊。你们是六个对不对？对。很冰。到时候两位会坐在一起。不晓得他们等开讲。应该会吧。你说我们两个，两位，他不是都会把所有人排在一起吗？好像是说入围的五个人会不会坐在一起？还是说你们俩中间会隔一些谁？就是故意不坐在一起？隔你，你们就是要有分开坐，这样子。你看讲的灯都熄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他们会坐在一起啊，对对对，他们会坐在一起。我记得好像是。对啊对啊，我坐过一次是都坐在一起，对，只是可能要谁跟谁分，我不晓得大会怎么安排，是吧？我不晓得，这好像是大会安排的吧？就要看大会怎么安排。因为到时候可能会，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有些人会站起来，有些人会坐着，或者是你们隔壁的人站起来。到时候得奖的时候，有设想过那个画面的。就是表情控制这部分，离场啊，离场，不是你们就离场，不会站起来，不是你们就离场，就是离场，一讲到别人的名字马上站起来，离场，我们俩还这么在说，哎，对，离场，刘品言说他会跟那个阿纪讲互扯头发，互扯头都不让另外一个人上台就对了，还是就跟上去，不管是谁就跟上去。有说他如果得奖，他会把演员找上台一起。那你们两个会是这样子吗？就如果某一个得奖，会找另外一个人上台，手牵手上台。对啊。会吗？
觉得就正常吧。对啊，对，就正常吧。看感觉。对。有问过礼服挑好了吗？我还没耶。都还没。嗯。啊。就因为我上礼拜一直都在忙，又不在台北，所以都没有时间去试。可是通常礼服这件事情都是到最后一刻才会决定是哪一个，可能上午都还没决定。什么东西？那不行，不会到上午，是不会到，对，是不会到这么紧。对，到上午都还没决定，那真的是有点惊。两三套这样子放着看当下会穿。应该不会吧？因为你还要配珠宝什么的，就是都要设定好啊。Okay. 嗯，有机会红毯第一枚。你说，请问是？你说有机会红毯？会想要抢红毯？对啊，这个拍不抢。哦，这么。但你每次都很美，真的真的，我就一次而已。真的，你每次都很美。你上次那个红色一出来，哇，大家眼睛。哦，你还记得哎？当然，我有在电视机前面帮你加油。哦、对。好像在看 Life 的那个华灯初上，好像在看苏妈妈跟苏妈妈跟 Rose 妈妈现场的感觉，真的哦，就那个感觉，客人在旁边看我们两个互相这样，啊、你好会调节气氛，真的，你们都活了起来，继续啊，你。酒对，所以佑哥就没有比较没有这个压力吧？男生是不是就比较没有红毯上的？还是你也会想要真的第一帅？因为每次你都穿的那么好看，拍那么多时尚杂志，还好，还好 OK 啦。我觉得你应该不难，因为男生的都穿的比较基本。对啊，对，其实男生的就是简单，对啊。你不会想要花俏一点吗？花俏一点。我们在定妆的时候，那个我公司是都有时候会找一些很骚的衣服，还蛮适合你的。对啊，我每次都说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子？但是你都可以驾驭得住。我就试给他们开心啊，对啊。老婆有参与吗？因为老婆也很会穿搭打扮，感觉他对这个蛮有研究的。他不会参与我的定妆，他可能看到照片会给我一点点意见啊，就说哎、欸，我觉得这个好看，然后我觉得这个比较适合你，他可能给我一点意见。所以你的已经决定了？我的现在就是造型师有帮我找了，你也是当天上午再决定的。你大概 hold 了大概二三十套这样，当天，当天来选一下，当天再选，好慎重啊，真的。毕竟我们得失心比较重。你在旁边看谁的比较重？都我啊。你旁观者。没有，我参与在，我怎么是旁观者？我有入围。我说我参与者是吗？我们有入围。哦，啊，你说看他们两个、哦。是的，是的。就有点看不出来啊！你看，两位妈妈都这么优秀，有没有从一些小细节观察到？嗯，其实我真的觉得他们两个人真的都还好，对啊，还好，对啊，我觉得厉害就是他们两个都可以放很松啦这件事情，然后我觉得他们应该也真的是觉得参与这一个。这一个华灯初上，然后参与能够入围这件事情，其实我觉得对于入围者来讲，都是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肯定。我们俩是这么接话的，就着急，你知道吗？对啊。那如果你是评审的话，你会把票投给谁？你竟然我就投我自己一票，投给谁哦？那这我们这绝对是有私心的啊！你有私心？我的私心就是我就是双女主嘛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啊，现在讲这么讲那么直白好吗？可以。就坐在他们旁边，人家出不去。
出去，他也只能讲我们俩。对啊。那景华也是下礼拜还有工作吗？就是会一直忙到，好像有，有沉淀，好像有，还是有，嗯。你有每天要静坐做什么吗？静坐还是生活如常？会紧张？怎么说？为什么突然提到静坐？没有，就是需不需要？因为真的太紧张什么的，不会，没有，完全不会。我就说我可能是在典礼那一天嘛，那一天才会。比较紧张，就是尤其在公布的那一刻，气氛的感受的那时候。其实现在没有，我觉得最紧张应该在公布那一刻的得奖的事，那个心就是可能会蹦出来吧。就是这样，做好表情了，然后对啊，我觉得是要卸下来，还是要继续保持这个微笑？这个可能比较难。对啊，如果讲白一点的话，是这那一刻一定会紧张。老公给什么鼓励吗？还是幸运物？没有幸运物，他比我还要，就是更 peace。对，毕竟他也陪我经历了上上下下之类的，他的已经也被磨到很，就是很，他反而会。就是劝我什么平常心，可是其实我真的也没怎么样。他担心我，我觉得他担心我会去，就是跟之前刚开始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那个状态是一样。然后我说没有，真的没有，真的没有。对，刚开始的状态就是得失心比较重要的时候。一定啊，小时候得失心一定很重要。对啊，陪你历经那种心情的大起大落，就心情的大起大落。你说他吗？对，陪着我这样，就是有经历过那一小小段，对。那您是一打心回家最失落吗？那一次？对，那一次，对。还有其他次啊？其他次有，但是坦白讲，一把心那一次确实是了、啊。对，因为放了很多感情在里面。嗯，确实是。不过也谢谢那一次，真的非常感谢那一次。就是有这样的经历，才会知道说哦，是要如何放松这件事情。这有当过评审啊？嗯，对不对？是去年吗？对，去年。所以有不同的体会了。当过，对。对，我觉得当过，我们俩都当过。嗯，当过之后你会稍微放淡一些。嗯，大概知道有时候不是一个人就可以决定的，也不是一个人认为好就是好的。嗯，对啊，因为有时候也不是因为你的表演，因为其实表演这件事情好像其实各花入各眼，是很主观的，是真的很主观的。你是哪一届啊？我是那个静文那一届，雨二。哦，那他们那个就是大获全胜啊，因为大家都知道，又是叫好又叫座，所以那一次也是没什么悬念的。对。佑哥有看一下男主角其他对手？有。有没有自己比较欣赏？每一个都欣赏，因为还有女生嘛，嗯，跟女生一起唱。哦，对。那我们现在看的是男主角嘛，是吧？我们在角色上面，对啊，这事情我们就没有什么好争议的。对，我觉得他是很棒的男主角，这样。嗯，对。男主角也是竞争蛮激烈的。激烈。嗯。佑哥有偷偷想过自己的胜算是多少吗？数学不好，除以六是多少？除以六，有没有质疑我？16.6，16.6。哎，为什么是16.6？不是六进哦？对啊。哦，六个人不是六分之一的胜算吗？六分之一也是可以变成百分之几都是。哦。胜算，数学数学不好，对我也不好，叫对我们数学都不好。
或是说男主两个男主角哪边比较感觉比较胜算吗？那个是五分之一，这个是六分之一啊，感觉是对，感觉对，感觉那个20%的比较有机会。但我们有一个也是五分之二，因为我们两个同一部戏的、啊。哦，对，那所以这个也很有机会啊。你给他走不出去。五中二。那像入围两个，会特别想要拿哪一个吗？哦，对，你还有一个。对啊。哦，厉害耶。对。两个都想啊。对对对，我忘了。对啊对啊，我觉得，只是戏剧类型不一样而已啊。对啊，两个都是很好的作品。是还没有准备这种感言，可是有先去准备一下，就是一些工作人员的名单，怕如果忘记或漏掉之类的。毕竟两部戏要准备，他讲错了，对啊，讲错了。感谢连一奇，拿出来卡，拿错了。今年有多一个金钟人气奖的部分，现在华灯是第二名哦，真的吗？对啊，就是第一名是火神，然后刷了10,000+，所以我想说就趁这个礼拜再拉票，怎么啦？就是在，我都没有在 follow 这事情，是要在哪里呼吁？就是 FB 那种吗？对啊，因为我有转发过啦。现在可以呼吁，现在可以呼吁哦。那个最佳金钟最佳人气奖，请投华灯初上一票。谢谢。但是你是之前就会知道结果吗？还是在那之前？哦，所以金钟之前就知道结果？对，好像到下礼拜几就会截止，前一天。对啊，我看天啊，那所以就会公20号的凌晨，然后就会公布，是不是当天会还是当天公布？我不知道会不会颁奖哦，对，就多这一个，因为今年才新增的，我们也不知道他怎么。今年新增很多啊，还有那个我们有入围那个创意，最佳创，是创意还是行销？创意创新，不对，创新奖。对，等一下买水军了啊！多少钱？我买。大家分一分，可是心比较重，差10,000+就再找10,000人就有评过去，是不是？差10,000+哦，拜托。差10,000+，拜托。哎，我完全没有。知道我知道有这事情啊，然后我有在我的脸书上面转发，可是我没有去看，就是谁现在是谁第几名什么什么的，所以只会有一个，应该是一个吧。上海鬼怪，对，因为现在决选只有5个作品初选，对，因为有初选跟决选。那前五是谁？淑女也蛮高，火神27,000，茶金。对，我们是第二名。等一下，公告会放 QR。要 QR 的那个。对。还有什么？淑女、火神、茶金厂，还有花灯跟机智校园生活。机智校园生活。哇，那个是学生的片，所以比较受欢迎。心如姐，对于那种最大的最佳戏剧，是不是觉得有机会？当然会有希望，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对所有的工作人员演员的一个很大的肯定。但我看入围最佳戏剧的真的都还蛮厉害的，对啊，所以也很难讲。差不多了吗？OK 吗？好。还要吗？还想问？大家差不多吗？好哟。好。那就这样哦。感谢。金钟见。谢谢哦。金钟见，谢谢，辛苦了。希望你们那天不要工作到太晚。对。应该会早点结束，一下分开。还要到10:30。表定到10:30。而且他们还有两个庆功宴吧？是不是？就我们要两个。
所以每一家你们都要跟着两天，就是综艺的熬两天，你们连熬两天夜，辛苦，那天多吃一点保肝的。综艺的你们也要跑？他是职员啊，那庆功是每一家都要去吗？得奖的都去，那你就叫出的单位都近一点。有啊，你们跟剧组在楼上不下，就是一层楼最好1到8楼，对不对？对，那就在101开晚一点，辛苦哎。跟丽菊放在一起了，哦，是哦。丽菊是我们帮他们定的吧？因为连一起的关系，所以我们就帮他定在一起。像楼下，为了导演，就是也是85楼跟30几楼的，很近哎，嗯，对。看五楼有没有定，五楼还没定哦，快，你们赶快叫别的制作单位来定五楼。五楼不行，五楼它是商场打烊。哦，好像是这样。如果装蛋黄，你们会不会很开心？然后很特例的，对，破天荒。金钟没有过吗？金马有过，可金马是不是也就一次？哎，没有，男生有过，男生有那个。黄渤跟谁啊？不知道，我只记得是黄渤，但我有忘记。反正那个是《奇遇与安生》嘛，对对对对对，另外一个也是在电影里面纠缠。不知道有没有机会，但是如果有得奖都很开心，对啊。是的，好啊。你们家人会到现场去吗？好像往年有些人的家，就是入围者的家人是可以到现场去，可以有对，有这个。那大家会带家人去吗？在家人还不知道，问问看想不想去。对，他们搞不好觉得在电视前面看比较清楚，对，比较清楚。对啊，因为如果在现场又很远，人也多。那静华姐，你老公会陪你去吗？没有，还要问看呢。他在家里准备。定电视，对啊，家里好像真的比较轻松一点，也比较舒服，还如果他想要哭也比较好哭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